据泰媒，泰新韵5日直播时疑似被女主持人李娜张性骚扰，李娜张多次企图掀开韵的 T 恤抚摸其身体，甚至还拉开韵的袖子去吻其腋下。6日，韵经纪公司发声明回应，对给看直播的观众带来不适致歉，表示为了韵的心理健康，已暂时让她休息调养。